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在一个场合遇到了一个很会跳街舞的小朋友，一个很小的 B-boy， 穿着超级玛丽的服装，酷酷的。他4岁开始学街舞 breaking， 然后现在已经6岁了。他现在呢可以做风车啊、 L fly 啊、头转这些很难的动作了。当时我还挺吃惊的，后来发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开始学街舞了，而且跳得很好。现在的街舞这个氛围也是真的好，希望我们国家以后呢能够多出几个世界冠军，让世界看到中国的 dancer。